就15分的阿吉要来打苏伟，阿吉还颜色 ，Who is too small？ 谁是联盟第一位？四号位的这个位置，阿吉再回给麦卡洛，团队的第一记三分球。剩5秒钟，阿吉 kick out， 冠良三分外线游，哇，冠良难得的空档啊！哦，这个 well done， 阿吉，哇，阿吉球拿的有点久哦，哎，这一次可能他要向苏伟比一个 too small 了。外线的跳投偏了，哇，反而国王队在这几分钟的进攻出了点问题。阿吉跟吉尔贝克齐齐连。哦，阿吉又找到大 B 了。对，这是我们熟悉的梦想家在攻守上面的节奏。哇！很小心他的犯规啊，不过他在国王队进攻现在看起来真的是不可或缺啊。吉第一个三分外线，他的失误哦，在下半场依旧是困扰着他们啊。阿吉连续的失误之后，现在想要跑回来，好，来一个中距离急停的跳投。对，这次我转换快攻也没办法发挥出来，这样就会使得分数呈现一个焦灼啊。对，这边呢，阿吉是打了一个林书伟的 N1。20分了，我讲梦想家其实又找回他们进攻机会，但是他们在防守上还是没有办法限制国王队在进攻上。冠良要远边，阿吉这个回球精彩给大 B， 哇哦，空中作业。会很辛苦啊。对，阿吉出手没进，简浩抓到篮板，再给阿吉，哇，居然小个子来一个禁区得分。